先哥改工，你给咱改工台语，引导的拢工台语，工台语也听我。啊，真的、哦，爸爸妈妈拢改，还是爸爸妈妈拢改东工台语掉。啊，你大汉吼，以后生出像露露姐姐遐漂亮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要求啊，囡仔啦，我平常要。啊，你工白擦啦，是白擦啦。啊，工白擦。啊，凯凯坐在你的哪一边？坐在最前面。最前面啊！啊，他知道你偷偷喜欢他吗？不知道，怎么可能？哎，阿丽，全世界都知道了吧？啊，你要跟他讲啊，凯凯，我喜欢你，你有跟他讲吗？你不敢讲吗？你敢不？没有，那我可怜你。万一被别人喜欢去了怎么办？明天去怎么？喜欢去上学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看到很帅气的凯凯。你大不中流啦！来，我们联络部给他掀开来看一下他联络部好不好？来，今天转学到新的幼稚园，发现我跟红豆妹同班，她的影片超有趣的，连我妈妈都喜欢看。我还把我的贴纸送给她，但她好像把贴纸送给一个叫凯凯的男生，太伤心了。所以就是红豆妹来了，一起来欢迎可爱的红豆。有姐姐保护着比较安全。哦，有姐姐在那边。红豆妹啊，你好。为什么叫你红豆妹？因为之前爸爸都喜欢喝红豆汤，爸爸就煮红豆汤给妈妈喝，然后妈妈就觉得很感动。哦，真的。那你也跟着喝红豆汤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就是因为这样爸爸妈妈才认识，所以就生下了你。喝在一次喝红豆汤的过程中，意外产下一女。原来是喜气的艺术了，了解了解了解。今天上节目有没有化妆？有吗？有啊。喜欢化妆吗？喜欢。漂不漂亮？哎，先哥，改工你给咱改工台语，引导的拢工台语。工台语也听我。啊，真的。工台语。爸爸妈妈拢改。妈妈还是爸爸妈妈拢改。工台语掉。啊，你大汉吼，以后生出像露露姐姐遐漂亮，安尼好唔好？要求啊，囡仔啦，我平常要。啊，你工白擦啦，是白擦啦。啊，工白擦。啊，凯凯坐在你的哪一边？坐在最前面。最前面啊！啊，他知道你偷偷喜欢他吗？不知道。怎么可能？哎，阿丽阿丽，全世界都知道了吧？啊，你要跟他讲啊，凯凯，我喜欢你。你有跟他讲吗？你不敢讲不？你敢不？没有。那我可怜你。啊，万一被别人喜欢去了怎么办？明天去讲。啊，你会哭哭，不要哭啊！对呀，那凯凯怎么样？长得帅吗？有啊，真的？为什么呢？是眼睛很大吗？对啊，还是什么？因为凯凯上次我在公园的时候，觉得他说他想要保护我。哦，保护你啊！哎呦，真的！哇，对感情不太了解，后来都是伤害最大。喂。然后你就觉得很帅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感动，感动呢，感动呢。啊，还有一次他是红豆妹生日的时候，凯凯有唱生日快乐歌给他，真的。啊，你也有感动吗？那是啊，你有感动到哭吗？有。爸爸生日的时候，你有哭吗？没有，爸爸生日有什么好哭的？感动吗？爸爸唾手可得，凯凯要上课才遇得到。哎呀，没喜欢去上学吗？喜欢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看到很帅气的凯凯。你大不中流啦！哎呀，流来流去的流成很帅气的凯凯。你几岁？四岁你就每天凯凯，爸爸比较重要吧？爸爸是全世界最爱你的男人呢。好，你的没有完。很清楚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他的影片，来，啊，好可爱呢。我长大会跟凯凯结婚。哇哦！要来结婚的地，看我有多漂亮，超级漂亮，还是一点点漂亮，我昏倒了。哦，昏倒了。喂，你叫什么？刚刚我昏的。我
拿钱用学费，是让你去好好读书，是让你去遐交男朋友。哎呦，钱就歹赚。我若好好读书，唔好去交男朋友啊。哎，妈咪，我的舌头好痛，我从现在开始好痛。会到爸比那时候嘴巴被踢到破掉的感觉。对。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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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以前未婚生子新闻还会爆出来，哦，还有女记者骂三字经呢，这个是怎么对啊？因为她想生我的孩子生不到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她才气。从今天开始好不好？现在在台湾，只要生一个小孩，政府补助1000万。你说了算的，再选你。将来有一天，那我赶快，我当总统的时候，哦，你赶快，哦，哦，转脑子，喝险金，险金哥，没有，有在，有在透露一些讯息哦。险金哥叫我险金哥就可以了。有在补，有没有其他的弟弟、妹妹或者姐姐？没有，只有你一个。哇，啊，爸爸妈妈再生一个好不好？哎，叫绿豆弟，可以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为什么？不能被那个？为什么？有你就够了吗？对。嗯，哎呦，哎，你要生一个弟弟呀，比你可爱的，要不要？还是喜欢妹妹？对呀。我比较喜欢猫咪。猫猫猫咪，不要弟弟妹妹就好了。哦，你最可爱，不要再生了，就你了。你第一名，第一名，乖宝贝，猫咪。好好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呦。